你要多少钱才能离开我儿子？ 阿姨，我不知道您跟多少个女孩说过这样的话， 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回答您的， 但我的答案是， 对，我需要钱。 我需要钱是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， 我想让他早点开始享福，我需要钱是因为我家的房租下个月又要涨了，我必须得挣更多的钱才能交得了房租。但是我需要的这些钱，前提都是我自己挣的。哎，不许看，不许动，不许叫！别跟人一见面就刚，你可以面带微笑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可以下次聊吗？转身优雅的离开。 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其实如果真的离开你能赚一大笔钱，这个买卖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啊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还是得看你是什么个价值。你这种身家的话，怎么说也得有个一两万吧。 错了，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以后不准你再说这样的话。 先下来，那一起去吧。好的。